老板刚才说老家屋要塌了，墙头都倒了。怎么会塌呢？你找人家不走人呗，赶紧过去看看呗。行啊，走。老家倒了，哥哥住哪里？住新家呗。不行，哥哥住老家，我住新家。老家都倒了，那哥哥没地方住了吗？哥哥睡马路吗？行不行？可以啊。嗯，你睡马路我看。嗯。哎呀，我天天这样子的。我把扎针，我把它推倒了，推倒就变成这样了啊！两家变成一家了，兄弟，变成北极了嘛？嗯，咱屋里看看弄发现新大陆了，你俩这枪有的念头了。想怎么推怎么推，这毛坯房你知不知道？啊，需要清扫修。妈妈，给你看，我发现那个有用的东西，这是凉席，这叫寿司卷。寿司卷，哎，拿回去。回去给你做寿司给你吃哈，这个有用，这是我上次做开日料的时候不用的东西搬回来了哈。这个地方也裂了，我都怕它倒了。再看看屋里边呵呵全都漏水。这个是我妈的房间，然后这边是客厅，这边是我的卧室。妈，这大街还雨雪啊？这是话谁也不信，不让我吗？没有敢，有人敢不敢呢？这不一模一样啊。我小时候眼睛能眼睛大不是南大司法辩，你知不知道？有盖头吗？这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一直以为是我。这个墙皮都掉了。今天晚上咱们敢不敢去？不敢。我也不敢。就你不？十几年没折了嘛？嗯。十几年没折，你想想，就是如果说住人的话，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破败，就是因为十几年没住人，现在全都坏了。嗯，破的不成样了。搁那个楼梯，家里人住人不得楼梯哈？是。看这里。开那个门，我都怕一使劲给它推碎了都。这边什么时候拆迁啊？不拆哦。这边打个拆子就好。拿不到好几句啊。是的，老家，就是我爸我妈结婚的新房子。嗯、但是你想想多少年？三十多年了。三十多年过去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你看我陪嫁的份，你就。经过岁月的摧残，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带你参观一下俺家的厨房，进来看看。那个位置是天津、嗯、专门是来采光的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嗯，这个地方是锅灶。哦。嗯，我们家属于三室一厅一卫一个厨房间。哦。顶配。看那么大院子，你看没看到？这边是菜园子。对吧？嗯。你想吃什么？哎，出门就是菜园子。嗯。是不是？说的都对。嗯。地主家的孩子，俺家是按照头一家盖大屋，你看这都落后了，人家都盖楼了。是的，有想法了吧？俺把它盖起来啊！盖起来，这个墙我轻轻一晃就倒了，信不信？看到了，它在晃动。天哪！主要是我怕它晃砸到人都。嗯。推了吧。哎呦。是个体力活，这豆腐渣工程。之前你看，它里面是泥土，看到了没？对，没有水泥哦。啊，这之前那个泥多简单呀！是的，是不是？好危险哦，这样抢。好、哦，吃完了。解压。啊，大家给你祝福啊，大家啊，好。好。俺老爷喜欢攀一辈子了，是的。我爸真的想把老家盖了，就是土南不买了，然后给我老、给我奶奶、我老爷爷住。我们这边比较讲究那个落叶归根哈，就是老人其实喜欢在住宅。